反贪会调查上诉庭法官纳兹兰，导致司法独立性受到干涉。与400名律师今日配合大马律师工会举办的司法独立之行，在莫布草场游行示威。这些律师早在上午九点就聚集在莫布草场，在现场激昂演讲，也有人举着司法独立等标语的海报板，以及提成一份关于维护司法独立性的备忘录给首相伊斯麦沙比里。然而在司法独立知情集会开始前，警察就介入干预。当集会者即将向国会大厦出发时，被警方筑起的人墙阻挡去路，场面顿时造成一片混乱。根据报道，逾500名警察及吉隆坡市政厅官员到场驻守。律师会代表与警方交涉过程中，集会者情绪高涨，不断高喊口号，要求警方放行。最终由首相署副部长拿督威拉马斯尔米亚蒂亲临莫布操场接下备忘录。威拉马斯尔米亚蒂从大马律师工会主席谢依林手上接过备忘录后，两人相拥。威拉马斯尔米亚蒂为集会造成的混乱道歉，并承诺将把律师工会提成的备忘录转交给首相署部长旺祖乃迪和首相伊斯麦沙比里。随后谢依林宣布司法独立之行于上午11时21分解散。也在现场声援的包括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尼可敏和行动党怡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古拉批评警方应该专注于打击犯罪，而不是专注于一项已经获准举行的集会。他感到困惑，既然警方已经批准了司法独立之行，为何还要派出大批警力驻守现场？我也疑惑，为什么在政党举办的政治讲座中也有大量的警察？我们想知道警方是基于保护公众安全，还是为了向上级报告。尼可敏表示，大马的司法独立已经受到干扰，并要求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发声。他批评首相和首相署部长迄今未能对纳兹兰受到调查做出回应，而他还认为反贪会应该直接向国会负责，而不是首相署。首相必须发表声明，确保目前的反贪会不再隶属于首相署，避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尼可敏告诉媒体，政府应该在大马律师工会号召司法独立之行前回应律师工会的诉求，这是维护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精神，基本上这也是马来西亚宪法非常重要的立国精神。人权律师西迪卡星表示，律师工会一般上不会轻易举办游行，今天每个人都必须走上街头，以确保司法独立。没有人愿意在烈日下游行，但律师工会必须这样做，因为法官被其他机构调查是不对的，我们有宪法，这是必须遵守的。西蒂卡辛说，作为律师，我们必须捍卫宪法，我们支持司法独立，也需要三权分立，不受政治人物、机构和政府的控制。他说，法官有自己的调查程序，而不是由反贪会来调查，不能因为一个未经证实的指控就展开调查。难道因为涉及前首相纳吉的案件吗？如果法官的判词有问题，可以提出上诉，而纳吉也提出上诉只是失败了。如果法官可以这么容易被调查，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马来西亚律师工会前主席安美加说，司法机构必须是独立的，并允许他履行职责，维护其独立性。很简单，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削弱司法机构。我们要发出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正试图破坏司法机构，停止这么做，我们不会保持沉默。他还说，这次的集会是合法的，因为律师工会已经发出了通知，并知会了警方。他补充，集会自由是一项宪法权利。官司缠身的前首相纳吉受邀乘搭新捷运路线遭到指责。捷运公司总执行长拿督查里夫解释说，由于纳吉曾说明有兴趣乘坐捷运，因此才会邀请他乘搭不成线捷运。事实上，我们也向各社区领袖发出同样的邀请，让他们有同样的体验。他指纳吉与其家人只是其中一批市城的民众，因此并没有为纳吉提供特别的市城。他也提到捷运不成线第一期在过去两周都在试跑，而在这段期间许多人受邀试乘，而非只有纳吉。既然在试乘，而他纳吉想要来试乘，有何不可？另外，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说，捷运公司有权决定邀请任何人来试搭。传言指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拿督斯里阿兹敏即将退党，但他今天打破沉默，强调土团党的政治理念和斗争原则是他的心之所向。他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感谢土团党主席穆尤丁对他与土团党的决心和承诺深具信心，同时为了人民，愿以土团党作为政治和斗争的平台。土团党的斗争理念涵盖生活常态和提升人民地位的关怀政策，这已成功为人民福祉创造繁荣。我们将继续与全体土团党党员同一步伐，打造一个廉洁和透明的政府，以及坚守良善治理原则，并为全民共享繁荣的社会正义斗争。马青总团长拿督王小婷周五宣誓就任上议员。王小婷今天在国会上议院主席丹斯里莱士亚丁的见证下完成了宣誓，任期从今天开始到2025年6月16日结束。随着他今日宣誓就任上议员，这意味着他很可能会错过来届的全国大选上阵。